新竹蒲山乡的新山村，从日本时期起专门种甘蔗，主要的农作物拿香港的产品代替的梧桐。帮我们种甘蔗很合乎经济效益，所以渐渐失去王牌的分法。不过保存老头白做梧桐的经验，记得从18年前是用传统的工法建造梧桐，也包括得到海外服务的基础，作为几行行业自改挂牌人选。新商业会太古板，但你当香港上迎接海外服务主位，办做美国后，天顶几行挂牌人选。日本师团的梧桐，系个老师过经济十年，个老师本身香港新商村，种的甘蔗，他要有100公顷。不过天顶师团的变化，梧桐需求量减少。18年前为了复兴梧桐技艺，创新香港发扬客家十年，新商业会开始用古早梅的工法来做梧桐。你下去咧，从民国90年开始，就开始在复工了个甘蔗哦。做了个印尼特别传统的个汤啊，吼，还印尼下去呢，做了个传统的啊，还是用甘蔗水去煮了变汤安尼。一下市面红的梧桐，大部分是普通加普通来提，少提甘蔗、熟皮、打水的过程。本梧桐制作的时间缩短众多，没想到用甘蔗水煮到变汤水的梅水，因为协会坚持传统做汤，除了得到海外会肯定之外，很下希望未来做得用几年拓展到国际，本世界看到哈种个传统文化。希望未来系要当好嘅先进市场，诶，你国外国际嘅部分做啲行销到国外去。当然，按个技术哈，其实咪到在本未来所有其他人来到了，会看啊，收作收草嘅按个梧桐哈。为了控台传统梧桐嘅生产量，新商协会从民国1980四年计下，创办了新商梧桐有限公司。组织生产除了社区居民之外，还绕墙采提后生产转故乡，韩国外提后生产也偏了掉，强化为梧桐产业做优秀经营发展。现在我们团队有22位左右，然后一部分呢是诚信住民姐妹，一部分可能像我一样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入乡青年，然后一部分可能都是宝山乡的在地的青年的孩子。新商协会讲，从6年前成立公司的目的，除了学传统梧桐的做法，做得到人手之外，未希望打破后生人的想法，制作很拿到梧桐相关的多年化产品，做得很少没强融两倍的市场，很高了零商的利润，回馈本社区，做照顾老人家的经费。下个新闻，王文耀新竹报道。